观战一局国际服 S4 祭祀，一个可以决定胜局的祭祀真的太精彩了。开局邦邦用一个炸弹封住交户口，祭祀觉得这个炸弹是炸不到的，大胆翻，不过也就差了0.5秒，很极限。邦邦距离还有一段时间，贴近直接打洞，非常完美的反钻，这个反钻就是邦邦噩梦的开始。一个反钻让邦邦迷失了方向，邦邦决定换抓咒术，注意看，祭祀已经在另一个方向打好洞了。邦邦上来就下去，利用高低差还是很好轻制的。这个炸弹也是差一点就封住交户口了。我爹妈为了一炸一刀用了5个炸弹，邦邦也是挺舍得扔炸弹的。此时咒术正在往祭祀的洞方向赶，身位太近交一个大猴，邦邦反绕就拉走，发着一长的紫光，格外的显眼。第二次反钻邦邦直接原地破大防，邦邦依旧走了咒术的反方向，刚才预判祭祀跑独洞，现在预判咒术上二楼，真是完美的错过。兜兜转转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，此时的邦邦已经没有闪现了，而电机已经差不多3台了。身位太近打洞拉走，这次觉得邦邦会防反钻，此时看着邦邦依旧那么头铁，祭祀又有了阴暗的想法，准备反钻，结果失算了，邦邦没敢过去，等一等继续钻，笑死我了，邦邦又一次被骗了过去。祭司小冬瓜，我还玩不过你了。邦邦一怒之下只能撵着佣兵打，佣兵很关键的被炸了一下，这一下让佣兵很难再去救人了。邦邦看见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咒术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不过机子已经差不多了，看看可以解放的来保人了。好秀的走位，一下子躲了那么多的炸弹。再一次2连雷飞轮直接顶掉，一个定时直接带走，飞轮被削弱了，高阶人类还是那么多人带。勘探鬼鬼祟祟的又来搞破坏了，此时这个西邦邦是不能放下来的，如果放下来咒术是100%可以摇下来的，很精准的出刀，成功把咒术挂在了遗产机。此时如果邦邦能把祭祀也留在遗产机，那么胜算还是很大的。勘探开始修机给压力，而此时修了2台机的佣兵开始重启第3台，也是为了防止邦邦死守遗产机。邦邦决定切失长手机子，而人类多开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。这个机子直接被踹了一大半，邦邦的人不好救，2个人决定一起救。祭祀只有1/4血，一定要非常小心，别风吹一下就倒地了。邦邦开始摆阵了，看似人类占上风，但是如果救人失误，那可真的是万劫不复。勘探开始出击了，邦邦还是忍不住的出刀了，想赌震慑也是没有赌到，勘探也是被炸弹瞬间秒掉。咒术是有被治疗减速的，决定先摸1/4血的祭祀，果断的摸血。佣兵电机已经修了70多了，已经差不多够了，邦邦也是不能坐以待毙，等着压好救人，直接杀了出去。
一炸一刀成功击倒祭祀，咒术带着五层猴子杀了过来。咒术哟，还想挂人，是我一电。妻子是已经压好了，邦邦想炸倒祭祀开门战，瞬秒一个，很极限的进洞，趁着邦邦进洞直接叫开，非常帅气的四人开门战，而勘探还是贴门的，邦邦也是切了失常，现在只想留一个。成功的二连炸，只差一下祭祀就倒地了。祭祀还想反钻，要不是这个地下室，还真被他给钻回去了。队友知道邦邦没一刀斩，开始来宝准备博四出。飞轮躲出刀，勘探也来了。好可怜的邦邦，看邦邦挠头真的太惨了，两个人轮番戏耍，没完没了。佣兵修了三台完美四出，